水星啊，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犯糊涂啊！一定按照上级部署打，打赢了咱是英雄，打输了咱是奉命行事，听见了吗？千万别把上级部署改了，如果真出问题，那罪过就大了。知道吗？有多少人家糊里糊涂掉脑袋了？明白了，快，护送团座撤离。 小心，我去看德贝人。啊啊！快护送团座！是。毙了他，否则我就毙了你。 军法无情，毙了他！毙了他！ 我们给。 と比べりゃこっちは公園だな。なんか差し気ないが。言ったじゃ、あの大山岡は九州の専門家だよ。俺たちのお守りだ。他の戦場で中国従軍して走り回ってるみんなと比べりゃ、俺は幸せなんだよ。このアイアンは僕の故郷を思い出してくれるや。 这是萧寒手绘的地图，如果这个结合点被日军突破了，我们整个防线就会被击垮。老大，我没明白您的意思，我们兄弟伤亡也在增加，如果这里被突破了，您的责任可就大了。是谁在那边阻击呢？不知道。望远镜。
Grit! Grit! What is that? Grit! What is that? マト君、気をつけろ。向こうのは老兵だ。换个地方。敵陣への攻撃力を増やせ。援軍を出して、もう少しでいい知らせが戻ってくると信じてるな。はい。没有了，救援的人还能来吗？相信我，他们一定会来的。我们现在一直要在这固守到天黑。好，守。大虎，继续守。ここから继续するしかない。離れそう。撃て。
小，先喝点水。啊，我弄了几颗手榴弹。目前的情况是，日军正在利用夜色的掩护，逐渐的在增加援兵。海上去找林东野请求援助，到现在还没有消息。我相信一定是遇到了大麻烦。这样，秋草，你们两个现在先离开，继续找林东野寻求救兵。什么？我不去。这关乎整个镇海的命运，明白吗？我知道。少废话，这是命令。狗屁命令！要死一起死。队长，他们怎么上来了？队长，你们是不是疯了？小哥，我来了。队长，队长，来什么来？小哥，我给你带来枪了。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，赶紧原地给我找地方掩蔽。听到了吗？小哥，你看看，我给你送子弹和枪来了。谁要你的子弹？我带了部分的政工队员过来支援你，我知道你肯定饿，还带了干粮和水呢。少废话，你是想死在这儿吗？秋草，赶紧扶桑，把他们转移过去。好，把他们给我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快点！这鬼子才有多少人啊？大虎，你负责掩护他们，快！秋草，跟我走。走。走吧！小哥，快找地方隐蔽！司令兵，醒醒！醒醒！司令兵！司令兵！司令兵！小哥，小哥，司令兵。你现在听我说话，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什么地方上来的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好好想一想，那个路很复杂，我们晕晕乎乎才走的。好，记住我说的话，这是我给你下的死命令。把这个东西给我带给林东野，听到了吗？带给他。带给他干什么呀？这关系整个镇海的命运，这是我的命令。撤下去！快点撤下去！走，快走！走，小鬼子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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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撤！快撤！撤，大虎！团座，我认真仔细的看了他送来的地图，也对照了我的布防情况，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啊！如果不及时补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团座，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，请您务必向上级反映。团座，所有日军都休息了，李满彪的队伍已经撤到后方了，现在我们是最前沿。你们把我放开！放开我！你们这群糊涂蛋，我们那边保不住，你们也完蛋了，知不知道？我说你们，他们没了，你们也得完蛋！给我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别动！我要见林东岩。走开！老大，有人找你，顾不上啊！走，快点，跟上，走，快，快，走啊，走走走。八法，七法，我看见那里有光透进来，我相信这里一定有一个出口能出得去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想办法冲出去，找到这个出口。好，明白吗？之后我出去先把日本人大队引开，然后你们回来继续留守，听到了吗？你一个人不行，不行，怎么不行？我跟你一块儿去。你们在这儿留守，就是他们的希望。他们几个？少废话，这是命令。行行行，服从命令。哎，老肖，你怎么了？幽霊みたいな。这边！注意！打！快撤！
喝点水吧，营长。卢山，哎，到！你刚才说谁找我来着？政工队的人。他不是不能走路了吗？是另一个。带过来啊！是。把人给我带过来。营长。宁总，就这个人，放开他。你是谁啊？我是不是见过你啊？我是谁根本就不重要。现在山下小路来了一队日本兵，加上萧寒，能打的就只有三个人。现在他活不活着我都不知道。通知我的警卫连，全体集合。兄弟们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出发。等一等，李营长，你可不能擅离职守啊！违背军令是军中大忌呀、啊。分生，你可千万别孩子气啊！突撃隊、今どこだ？なぜ未だに抜けられない？連絡が取れません。正面の敵は我が軍の数倍以上だ。弾薬も充実だし、知性も向こうが有利だ。我々は奇襲戦に頼るしかないな。すぐ突撃区域を強化しろ。すでに一行中隊を拝見しました。増援するために。田中参謀に指揮を代われ。直接に特殺するつもりが。これ以上待ちきれない。大佐、大佐。
海上把你的话跟我说了，我有点担心。我只能违反我自己的规定，召集了几个能打仗的军区的人上来。我把你对这里的忧虑向上级领导汇报了，他们想办法会跟国民党军高级指挥官汇报。一旦这里被攻破的话，整个镇海就完蛋了。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！你的判断是正确的，这条线路是整个战役的关键点。现在关键在于我派去的那两个人。 能不能说福林东也派兵来？之前在我们不能确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不去理睬，但现在已经完全确定了。你们看。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是关系到整个战局安危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改变？为什么不能？我就要做出调整。林营长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之所以被日本人打得这么准，正是我们的部署完全被他们掌握了。这防疫图柳干事不是没有送出去吗？日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个消息呢？我怎么知道？ 不排除他有同伙啊，或者日本人是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我们情报呢？什么可能都有。危言耸听，危言耸听！你这是江湖义气。这是我从军校学来的。行了行了，二位，我知道，大家都是为了国家，为了战事，但这个时候大家都冷静冷静。报告，团座，第三战区集电。您，团部，第三战区司令部。 没事吧？你们这群人够厉害的，把这块的情况都汇报给第三战区司令部了。第三战区司令部正从上虞派兵过来增援呢。我的人呢？海生呢？发生点误会。放心吧，正在休养呢。那，他这样也是发生点误会。这不没事吗？ 这群日本兵，起码有一个中队的兵力。报告，山下来了200多个日本兵，把我们都包围了。这样吧，你带着你们的国军兄弟去左侧阻击，向安区中路。我带人去右路。哎，老张，太危险了，还是我带人去吧。还是我去吧。保重。一龙，你留下吧。 谁要敢临阵脱逃，我就先打死谁。
隐蔽！我懂。国军兄弟们，你们还算是中国人吗？你们想让日本人就在自己的土地上随意践踏吗？如果你们还是中国人，就跟我一起冲下去！绝不能让敌人从这里突破！是是，冲啊！虽然被赶走了，但我们的书记郑英达同志牺牲了。在国民党忙着庆功行赏的时候，萧寒心里很清楚，现在还不能欢庆胜利，日本人不会甘于失败，一定会卷土重来。由于特殊工作的原因，老郑没有留下一张照片。
除了领导组织以外，我们都不知道郑英达是不是他真实的名字，他的身世，他家有几口人，我都不知道。就连这张画像，都是当时国民党通缉他的时候的通缉令，他撕下来说要做个留念。他说，他特别特别欣赏你，你有他年轻时候的影子。哦，对了，这是老郑让我亲手交给你的。哎呀，哎呀，景玄兄啊，你看你看，我这两次派人请您到我那儿去坐一坐，你这就是不去，我就亲自来了。哎，痛风啊。哦，小海鲜最近少吃。没吃没喝的还小海鲜呢。哎呀，景玄兄啊，你看我这次来呢，我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情啊。我现在啊，正在给第三战区长官部写报告，这个功劳啊，是敬轩兄的，嘿，不是我的。你看看他妈把我置于何地啊！啊，让我升职，功劳都给了我，这惭愧呀、啊。这个事儿不能那么干。你看一下啊，这个呢，是我呈送第三战区长官部的报告。来，你看一下。我就不必了吧？不不不不，您多指正。来，哎呀，这。特派员真是妙笔生花，这文笔不得了啊！你这么一写，我都觉得我自己是个大英雄。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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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是实事求是啊！别，过了啊！敬轩兄，你看，如果觉得可以的话，我现在马上呈报。差特别好，差特别好啊！不，我现在必须马上发出去，要不然我这心里啊。别扭啊，这茶回头再喝。有劳有劳。景轩兄，等着好消息吧。好，不留不留不留。副官到。快！把李营长送我那个明天茶，全部给特派员送过去。是。啊，快！亲，红朝的太平，民族的血，把那悲愤铸成霹雳雷电，红朝的太平，民族的血。
是我。